那下一件就是您刚讲，刚第一件是洋彩，第二件呢，他说这是珐琅彩。珐琅彩，好，是这个珐琅彩的重点，我刚才就讲了哈，珐琅彩跟洋彩不一样的地方是，珐琅彩它呢，当它有空白的地方，它就把它填满，填这个珐琅，把它填满，就有一点掐丝珐琅的意思。掐丝珐琅是什么呢？ 掐丝珐琅是在这个铜胎上面用这个铜线做出造型来，然后在这个框框里面就填上这个珐琅，然后烧制，然后打磨，再填，再打磨三次，然后做出来的很漂亮的景泰蓝，哦，这个就是掐丝珐琅。所以珐琅我就讲，它就是玻璃啦，你不要想这珐琅，珐琅是古时候人讲，因为他不懂什么叫玻璃呀，就是这个珐琅。 是，所以那我们来看是不是珐琅，我们就要很重点。第一，它是开光，好，开光其实就是后来才有的。在珐琅的时候，就是慈胎画珐琅的时候，那是康熙到雍正七年以前，这个东西呢才有所谓的画珐琅，以后全部都是这个洋彩了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 在康熙雍正七年以前，技术不好。到了康熙雍正七年以后，就到了景德镇了。就不在北京烧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有专人在弄，所以它就变成非常技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高到什么程度呢？为什么要填彩呢？因为如果有余白的话，我们这个珐琅画上去，如果有余白，一烧就掉了。 噼里啪啦就往下掉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填满，填满烧了以后，它才会固定在这个上面。到了景德镇时期呢，它技术好了，这个透明白釉的部分，它又发展加上铅以后，它的聚凝聚力就够了，所以就不用说用素胚上直接用 上过釉的画就行了，所以说这是一个洋彩的一个特征。另外开光，这个叫开光，那这种开光的设计方式啊，就是洋彩的特征。珐琅彩不会开光，它不会有一个窗子，里面有一个景色，这个时候这就要开光嘛，所以这个还是洋彩，还是洋彩。但是这个洋彩呢，是不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 宫廷用的，御用的，我们也看一下，好吧？您多久以前买的这件？跟第一件洋彩？同样时期啊。这件是在其他地方买的。对。但是差不多就七八年前。那时候很想收藏。对。然后，所以第二件先买哪一个？你是先买哪一个？先买那个，那个比较早期，因为那个在古董店买的。对，当时他 会用这种价钱买的话，它可能是多少价钱？2万块而已。2万块，因为它可能是把它当成那个以前民国高仿的。我觉得它那个画工很精细，很美。我就能力还可以，就把它收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放大来看哦。来，你看这个就是填珐琅。是填珐琅。在这个这一带的这个上面就是填珐琅。 这个填珐琅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界限，就是它不会先描线，真的，没有，它没有先描线，所以它整个的碗里面通通没有描线，它没有框架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没有框架，这就是标准的这个中国的画法，所以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洋彩，比较早期的洋彩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落款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落款，这个就是 青花的落款，青花款，青花落款，青花款，这是青花款，青花款的就是它用菇料，用楷书写的，OK， 好，来我们把这个碗，这个碗里面还有花卉，这个花卉也是填珐琅，填珐琅，这也是填珐琅，这是标准的中国的画法。 是，填珐琅哈。好，这个碗我先说一下，您知道这个碗干嘛的吗？在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？当时买的应该是皇宫里面用来
皇帝用来用餐的饮食用餐用的，饮食用餐的食用器。这皇宫的是皇帝食量不小啊，这个胡锡章的胡锡章的卤肉饭这一碗都大气，但是皇帝不见得要吃那么多，大容量的样子。所以您觉得可能是饮食用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饮食用的这个碗啊，对，这个碗这个是一个这个应该讲说满族人。就是满清人，他们的一个生活用的用具，是这叫奶子碗，奶子碗，因为他们是这种游牧民族，他们喝奶，他们喝奶，那喝奶呢就要用碗，这么大，都这么大，早上起来一定要喝一碗奶，是，这个是马奶或者羊奶。但是不会是牛奶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，不会是牛奶，一定是马奶或者是羊奶那这个碗当然如果皇帝就稍微就漂亮一点，大气，就是要喝这么一大碗，是真的皇帝食量这么大，你要知道在马上面运动啊，很费体力热量的，对，早上起来一定要先来一碗这个，然后呢这个喝完以后可能还会再装一碗也不一定哦。那他们吃饭的碗会比这个再一些些吗？吃饭反而非常的优秀，很小碗，再小一点，小碗，而且基本上这个满族人吃饭的几率不多，他是北方人都是吃面食，吃饭的几率不多，不多，就是满洲人不大喜欢吃饭，是大部分都是吃面，但是碗的话基本上喝汤，那吃饭的机会就少，所以碗才会这么大，奶子碗就是这么大，你到故宫去看哦，这么大的碗就是喝奶，如果拿小碗喝一口不够，这样您终于知道了，这个到以后人所以要来请告诉别人说这是奶子碗，好来评估一下，来评估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老师请见价。10万元，哎呦，这个开心哦，这个五倍，这个碗哈，这个碗我要特别讲一下哈，这个碗也是其实是后期仿的，因为我们看它的做工哈，并没有那么精细，了解啊，没有那么，但是它的做工呢算是到位的哈，因为最重要我们来判断是这个里面这个釉色哈，带一点点灰。老师，我请问一下，他管节他以前这已经应该有鎏金的，可是应该久而久之掉了，这边就有鎏金，你看，不过它不会有空隙啊，那个空隙就是要鎏金用的，这边有鎏金，还有，我觉得它不会鎏金哦，鎏金的话就跟形式不合了哦，鎏金就因为鎏金的东西啊，它就是一个比较晚期一点。就是在清乾隆以后，有那种专门做鎏金碗啊，做描金鎏金的这种，但是那种很怂，不算是，就是上不了台面，除非是非常精致的，对，非常精致。当然这个你去看故宫有几个描金的什么转心瓶啊那种，哇，做得很漂亮，好，那做得很漂亮，对，除非是那种，一般来讲鎏金一般不会。不大容易受到掉了一般人的这个接受，因为很怂了，是这个原因。